姨父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想进去确认一下。你等会儿，把我这葱护身符挂在脖子上，提防一下。哎呀，还是我姨父聪明。小心点，丫头。我先进去了啊。哦。翻脚回葱，其实你们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对付。既然你已经落在我的手里了。清楚了，这个蠢女人到底在干嘛？真的好奇怪啊，为什么我每次触碰她都会有这么奇怪的感觉呢？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如果我能把她抱回家里面，我的病就可以治好了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长命百岁了？长命百岁。